谁为爱世人愿舍身？这礼物化作活存的心灵，幸福是接受和活出这礼物的真谛，教我学习爱到痛时就如遇见主。人一生最预感艳阳纵使多耀眼，如若没爱仿佛天空阻隔了光线的着慢，请洁净我心眼，长留着爱的恩泉，清澈璀璨。艾殷卡陵是一条位于耶路撒冷西面的小村，这条村有两间圣堂，分别是位于山脚的圣约翰堂和山上的圣母访亲堂。在这两间圣堂中间有一个水泉，这个水泉历史悠久，而这条村的名字也是来自这个水泉的。艾殷卡陵本来是阿拉伯文，意思是葡萄园的水泉。底下的水泉你有没有看到水是继续流的？几千年都是这样，即是说是为这条村的人去拿水的，这个是唯一在这条村的水泉的。相传圣母去探访她表姐依撒伯尔的途中曾经来到这个水泉饮水，所以水泉今日被称为圣母泉。由水泉步行大约五分钟上山就到达圣母访亲堂。值得留意的是，圣母访亲堂和山脚的圣约翰堂，亦即是圣约翰使者出生的地方，只是相隔十分钟路程。如果底下是扎加利亚的家，约翰在那里出世的，即是说最后呢他都应该在底下，是不是伊撒伯尔，因为约翰在那里出世。但是为什么之前他在这里呢？躲起祈祷，有没有根据的？原来当时位于山脚和山上的两间屋都是属于伊撒伯尔的丈夫扎加利亚的，一切就要由扎加利亚在圣殿履行司祭的职务开始讲起。扎加利亚在圣殿那里服务嘛，他呢是属于一班的司祭，这班司祭呢是照着家族来分的，每一个家族呢他们轮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就去執行任务的，每一次就是一个星期的了。论证阿比亚这个派系的司祭去到圣殿服务那天呢，他们每一天都要抽签。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天撒加利亚抽签抽到他是去奉乳香最好的工作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负责劏牛呢，哇都很辛苦的。按照梅瑟法律，在圣殿里面只有司祭能够进入圣所，会众只能够留在外面。当扎加利亚进入圣所献香的时候，竟然有天使向他显现，跟他说，不用怕，你的祈祷已经得到应允，你的妻子伊撒伯尔会为你生一个仔，你要为他起名叫约翰。通常他奉完乳香之后就会出回来呢，要给人一个叫司祭的祝福的，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没声出，他是祝福人但讲不到话，人家觉得一定有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或者他在圣殿里面见到神事，事实上是他见到谁？加比亚二天使。加比亚二天使告诉他，你和你的妻子会生一个仔。哇，他说怎么可能啊，我已经老了，我妻子她都停了经了，不可能再 有喜事的。看，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如果你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4节，她说
後來咧，扎加利亞喺聖殿度咧完咗啦，佢嘅任務完咗啦，嚇完咗一個星期啦，佢就翻屋企啦。翻咗屋企之後，佢嘅妻子就懷孕啦。嗱，呢個唔係童貞懷孕啊？點解咧？佢話扎加利亞翻咗屋企之後，明唔明啊？呢啲好仔細嘅嘢係咪？即係話俾你聽啊，其實係佢哋兩個咧又有喜。好啦，但係即係繼續嗰句話，第廿四節話咧，伊撒伯爾佢真係怕醜啊！佢就匿埋咗五個月，匿埋喺邊度啊？匿埋呢度，呢度係扎加利亞嘅別墅嚟嘅。聖母瑪利亞透過天使加比厄爾得知伊撒伯爾懷孕六個月嘅消息，就由納扎勒起程去探望表姐。納扎勒距離艾殷卡陵大約150公里。聖母係點樣嚟到呢度嘅咧？嗱，呢度圖畫就畫咧。話佢係坐住匹驢仔啦，仲有海陸空啊護航嘅啦，啊，係嘛？事實上咧就未必係咁嘅喎，因為有人話咧，其實咧騎驢仔係最危險嘅，好燉嘅，啊，同埋話聖母其實嗰陣時已經懷孕嘅啦，雖然話係第一個月啦，但係都係好 dedicated 係咪啊？嗰個時候，你做個媽咪啲應該知啦，係咪啊？所以可能聖母真的行的，不過她可能會約埋一班人行嚟咯。睇到即係聖母係一知道佢個表姐有需要，佢就即刻動身。咁諗下喺咁多年前而去呢一笪地方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咯。咁同埋當其時聖母都已經係懷咗孕，咁就覺得真係聖母為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模範咯。嗰段山路。我都覺得，因為我都是媽媽，係咪？即係駝住 B B 時候，頭嗰一兩個月都會嘔啊，成日我覺得佢好辛苦咯。即係佢好勇敢，亦都係好有愛心去見佢個表姐去幫忙，為我都同聖母媽媽，我可以學到佢，學習佢嘅美德。在聖母訪親堂的入口，地上面有用磚塊砌成的拉丁文 Magnificent， 意思是眾揚，出自聖母和伊撒伯爾相遇的時候，聖母讚美天主的禱詞的第一句，我的靈魂眾揚上主。在聖堂的庭園裡面有很多彩繪瓷磚，全部都是用不同文字寫成的聖母讚主曲。但是留心咧，就係呢個聖神啦。佢兩個都充滿聖神喎，所以佢哋講嘅説話咧，其實係啟示嚟嘅。呢度咧就佢講乜嘢？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仲有咧，你嘅胎兒啊都係蒙祝福嘅，就係伊撒伯爾講嘅。喺聖母訪親堂裡面有一啲壁畫，描繪聖母同伊撒伯爾相遇嘅情形。正因为圣母玛利亚和伊撒伯尔当时都充满圣神，所以伊撒伯尔讲的说话成为了圣母经的一部分，而圣母赞主曲亦都成为天主教施神祈祷里面每日晚祷的一部分。福音记载圣母和伊撒伯尔住了3个月左右就回去纳扎勒，伊撒伯尔满了产期就诞下约翰使者。来到圣约翰堂最神圣的地方，就是位于下层的山洞，这里是约翰使者出生的地方。山洞的祭台下面有白色云石雕成的星形图案，用拉丁文这样写，主的前驱在此诞生。圣堂的庭园亦有很多彩绘瓷砖，是由不同文字写成的扎加利亚赞主曲，是扎加利亚自见到天使显现之后第一次能够开口讲的说话。我想同扎加利亚平反，为什么呢？大部分人都说因为他不信天使讲的说话，所以天使罚他哑了，看看是不是。其实他提出了很有理由，我老了，我妻子都老了，有什么可能会有仔呢？很正常的问题，是不是？为什么要罚他？所以我觉得这里不是佛不佛的问题，而是什么呢？福音记载在约翰使者出世之后8日，扎加利亚和伊撒伯尔的邻居和亲戚来到为约翰行割损礼的时候，
他们本来想照扎加利亚的名字为约翰命名。个妈妈咧就叫人哋唔好俾个名字，叫佢做小扎加利亚啊，扎加利亚 Junior 啊，唔好啊，佢话因为咧应该叫佢做约翰嘅。咁咧后来点样？佢话佢哋做手势问佢爸爸应该叫佢做咩名字？如果佢系哑咗，使唔使做手势咧？因为佢聋咗先要做手势噶嘛，所以咧唔单止系哑，仲系聋啊！即系话咧听唔到声音。讲不到声音，为什么？因为声音未出世，就是约翰了。所以呢，我觉得呢，他不能够讲，其实是一个象征，就是什么呢？声音，约翰就是个声音。约翰出世之后六个月，耶稣亦都在白冷出世。福音记载，克洛德王透过三位贤士得知以色列君王麦西亚诞生的消息，于是下令将白冷同周围境内所有两岁或以下的婴儿杀死。耶稣的养父约瑟得到天使托梦，于是带耶稣同圣母逃走去到埃及。同耶稣年龄相约的约翰当时是怎样逃过一劫的呢？来到艾殷卡陵圣母访亲堂，这里有一嚿本来在山上的石头，相传这嚿石当年救了约翰一命。克洛德呢一杀死很多婴孩，同时呢约翰都有份的，所以呢天使呢就告诉伊撒伯尔听，快点收埋约翰。怎样收埋？看看这里呢，有一样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块石。这块石呢是凹了的，这个位置他们说有个传统这么说，当伊撒伯尔带圣约翰去到的时候呢，咁嚿石咧，自己咧伸开双手啊，包住约翰啊！你睇下约翰嘅特色就喺呢度。约翰被称为声音啊嘛，如果约翰喊就冇噶啦。约翰系知道几时讲嘢嘅，几时出声嘅，所以佢唔出声啩吓。觉得个石头得意咯，因为如果你俾我估一百次，系点解约翰可以逃离这个劫呢，我一定不会估到有个石头是可以这样挤了个 BB 进去的。因为你可能估其他任何一样东西，可能挤埋落床下底又好，挤落柜底又好，你都不会说会有一个这样的石。我觉得呢天主得意咯，他要成就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可能我们一向都不会想到的。福音提及约翰使者自称为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为修直上主的道路。他亦都去到约旦河宣讲悔改的洗礼。约望福音里面第一章呢有一个记载很有趣，就是耶稣接受了他洗礼。第二天耶稣又出现了，约翰在宣讲的时候，于是他就立刻指着耶稣说什么，请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于是呢有两个他的徒弟，一个是约望，一个是安德勒，就不理自己的师父了。他们的师父本来是约翰，就跟着耶稣去。约翰有没有说叫他们回来呢？没有，他觉得他应该做的事就是指示给他们看哪个是麦西亚嘛。好了，罢了给他们听，他们走了就对了，做了我的责任。所以呢他就说了这句话，他就是耶稣应该兴起，我应该是熄微的，渐渐去消失的。圣奥斯定，教会其中一位最伟大的圣人，这样看约翰使者的角色。他说没错了，声音是会过去的，但是留下来的就是圣言。但如果你没有声音，你就听不到圣言，所以声音讲了之后会不见了。现在你可以录音，以前没有，是不是讲了就讲了，完了声音没有了。但是在人的心中留下什么呢？就是圣言。我不是圣言，所以如果我和人家宣讲了之后，那些人只是跟着我的，我是很失败的，因为他应该去耶稣那里的。那这个就是约翰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应该做好像圣言的声音。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将圣言传递给人，而不是来到去即是去光荣我自己呢？
又为油麻地艇户争取上岸，到支援无证妈妈，至到雨伞运动，只要有抗争的地方，就有甘浩望神父的身影。上街游行，绝食抗议，只要是为公义，他都在所不计。他的事迹曾经被拍成电影和纪录片。为了香港的弱势社群，他抗争了四十几年。这一晚，甘浩望神父又来到深水埗南昌一带探望无家者。他每星期都有一两晚会探这些朋友，每当见到熟悉的面孔，他都会停低和他们闲话家常。人称金仔的甘浩望神父今年已经70岁，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的米兰。小朋友的时候，就是因为妈妈就听到我讲，我说想就好像那个朱亚学的神父一样，就是有这样的长内的神父。他说被所有的亲戚朋友知道我准备做神父，所以14岁我入了修院。他18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座外方传教会，一个以向全世界传福音为宗旨的传教士团体。由那阵时起，他就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因为在修院，我们的老师叫我们分开就是工作，预备一个展览，那我要负责中国。咁啊，嗰陣時開始睇啲書，關於譬如中國嘅大躍進啦等等呢啲活動啦，跟住都文化大革命爆發出嚟嘅時候，我哋日日都睇報紙，就係睇下呢度中國所發生嘅革命係點樣。當時嘅佢一方面留意住遙遠嘅中國正喺度發生緊嘅革命。另一方面，他亦关注到他自己家乡的新移民劳工问题。我睇传咧嗰阵时咧，就系啲青少年咧，好关心社会啦，特别系我自己嘅米兰嘅地区咧，因为我哋嗰度有好多南方嚟北方揾嘢做嘅移民咧。就係都係好辛苦喺嗰邊生活，所以我哋同佢哋一齊咧，就係組織啲居民委員會啦，就係工人團體等等。咁所以未嚟香港之前咧，我吸收咁多影響咧，就係好有興趣嚟中國睇下啲中國人咧一百年之內咧。有咁多革命咧，就使到呢个社会就系改变噶啦。喺青年时代已经对社会公义特别关注嘅甘浩望神父，喺1974年，当佢26岁嘅时候，晋铎成为神父，亦喺同年被修会派到香港服务，展开咗佢40几年与香港最低下、最弱势嘅社群同行嘅旅程。我哋一定要。特別關心、特別愛，就係所有嘅貧窮嘅人啦。因為跟路加福音咧，就係貧窮嘅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咧，就係最緊要係愛啦，彼此相愛，愛啦，而唔係話權啦，或者錢，或者點樣啦。即係愛德計變在最主要嘅我哋嘅就係。基督徒的理想咁样就系。对好多人嚟讲，爱护贫穷的人就等于向佢哋施予。但系金神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佢哋的同行者。所以就系话，彼此相爱咧，就系肯定要爱所有的人。不过咧，就系有唔同的方法爱佢哋啦。就如果佢哋係謙遜啦、貧窮啦、無家可歸啦、或者就話受壓迫嘅人咧，當然我哋要同佢哋咧行一條路，
即係唔係話我哋嗰度幫助啲露宿者，或者幫助啲受壓迫嘅人，幫助啲係幫助你係一個高級人員落嚟就係、是、翻身嗰啲冇錢啦，就係乜嘢都冇嘅。我要咧，相反我要同佢一齊就是、爭取就係、是、佢自己嘅權益，但係佢都要主動出嚟嘅，而我可以支持佢咁樣。金神父所效法的对象正正就是甘愿屈尊就卑来到世上与世人同行的天主圣子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被我们这样的榜样，他不是说在这里世界上就是好像一个很高级人员、就是都是帮我们、就是、做些事，他跟我们一起行这个生命的道路，甚至佢都係面對咗，就係被拉、被就係莫受啦，就係被判死刑，跟住被處決嘅情況啦。即係最慘嘅一個人嘅情況咧，就佢都係經驗過嘅。但係以下咧，就係佢都第三天復活，跟被嘅低加咁樣嘅就係希望。要将希望带给贫苦大众、弱势社群，金神父好清楚地指出，我们既要照顾他们的即时需要，亦要长远地解决制度上的问题，两者缺一不可。外人地呢，就是有两种的做法的。如果有些人即刻需要食物啦、衣服啦、就是钱啦，或者什么的，譬如露宿者或者咁樣咧，或者有啲人冇嘢食，咁你嗰度講咧，我哋要長期爭取咁樣都唔得，一定要有一叫做短手臂嘅就係方法，就係、是、即刻關心佢，俾佢佢需要嘅嘢。但係呢度唔夠啦，就係、是、講你露宿者嗰度咧，俾一個飯盒佢都好嘅，因為佢需要嘛，啲衣服好似而家凍咁樣就是。但是呢，就係長期嚟講咧，我一定要解決同佢一齊爭取咧，就係解決曬嗰個問題。咁如果係佢冇地方住咧，我一定要揾到一個同佢一齊爭取一個住嘅地方。咁呢度叫做長手臂嘅即係正義嘅方式。所以就係愛同正義點解啊要聯埋一齊咧？係因為有咁樣嘅就係啲兩種嘅方法，就係、是、實行我哋自己嘅理想。要令弱勢社群走出困境，甘浩望神父認為為佢哋提供教育相當重要，所以佢一向特別關注邊緣人士嘅教育需要。八十年代咧，就都係覺得我哋要做啲嘢喺教育嗰方面啦，所以我哋開始咧就係油麻地避風塘咧成立一個夜校啦，係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咧就有咁樣嘅夜校經驗啦。喺2002年，金神父又開設咗一間居留權大學，為爭取居港權失敗嘅人同難民提供教育。让他们可以善用时间，而不是坐在这里等人主宰自己的命运。这间非正式的大学提供多种语言课程和兴趣班，而金神父更亲自教授意大利文。刚刚庆祝了16周年的居大，现在有70多名难民和他们的子女，以及20多名本地学生。Among what is doing,He always shows mercy to people and kindness and long suffering as well, because this costs a lot of patience. 虽然金神父关怀的对象主要是低下阶层人士，但是其实他亦都爱护有钱人。耶稣在福音里面曾经讲过，有钱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要穿过针孔还要困难。所以金神父觉得爱护有钱人的方法就是要严厉地斥责他们，鞭策他们为弱小的人服务。如果不是呢，就是经常都被钱被权这样就是威胁呢，
佢成為呢啲嘢嘅呢啲邪山嘅老大，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鬧一愛一個有權有錢嘅人咧，就係鬧佢，叫佢咧一定要嗰啲嘢咧真真正正地為人哋服務而用嘅嗰啲權啦，啲錢咧一定要同其他人分享，先至可以入呢個新天新地嘅就係邏輯咁樣嘅。众所周知，甘神父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最前线，为弱势社群争取权益。由70年代的钻石山木屋区居民、80年代的油麻地艇户、无证妈妈，以至今日滞港的寻求庇护人士，甘神父都积极为他们发声，甚至上街游行、绝食抗议。他虽然明知要争取任何制度的改变都是长期斗争，但是他从来不气馁，坚持到底。其实福音教我们呢，你不是要做些事因为邪教会有效果，你要做些事因为正义嘛。那你觉得第一件事是对呢？几时会有全面的效果你不知道，肯定会有效果，但是可能你暂时性呢你看不到了。那种爱和正义的行动呢都是要他们都要加上呢，就是忍耐呢都要坚持的。但是忍耐的意思呢，就不是说不需要做事或者等就是问题会不会解决呢，而是我们要不断地积极地寻找一些方法，就是爭取呢啲嘢啦，因為如果你只不過等人哋同你解決咧，就係、是、都係嗰個新天新地咧，就唔會發展。啱啱喺2018年10月14日被拆封成為聖人嘅薩爾瓦多總主教聖奧斯卡羅梅洛，係近代天主教會聲援窮人嘅典範。佢勇於為無權發聲者發聲，义无反顾地与受压迫者同行。甘浩望神父正好活出了圣罗梅洛追求正义和平等的精神。我们传福音者的理想要是使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大家要成为真正的兄弟姊妹。如果是真正的兄弟姊妹，就是精神上亦都係物質上要平等。聖誕卡上描繪耶穌誕生嘅場景，總係令人感到平安祥和。現實中耶穌嘅出生地白冷，今日係點樣嘅呢？十零廿歲嘅後生仔女點解唔去吃喝玩樂，反而去到東歐嘅烏克蘭同埋非洲嘅坦桑尼亞做義工？佢哋嘅義工體驗係點樣嘅呢？爱常传带你去到巴勒斯坦的白冷，看看当日主耶稣诞生的地方，亦都看看年轻人怎样藉着参加义工团反思生命的意义。看完这一集爱常传，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同时亦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爱生命。要购买天主教书籍和信仰灵修礼品，请来我们的生命恩泉书社参观选购。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天主保佑。